Ray TV， 大家见过了吗？我是 Ray，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之前去泰国曼谷自由行的时候呢，住了这家旅馆的楼下有一个餐厅。那我在楼上的时候看起来就还不错，我每天回饭店的时候就觉得想要来试试看。可是我之前回到饭店时间都太晚，它已经关门了。然后现在呢，刚好今天，我觉得。刚好时间上也 OK， 那所以那边坐一下。不过我当天到的时候已经比较晚，大概已经晚上九点多了，所以人潮比较没有那么多。吃饭时间人呢、是比较多一点的。然后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。Say this, but